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用妖气。你疑惑点饼干为啥不用？你自己看一看点饼干为啥不用？全军出击！First blood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我点药水是为了他那口回血，因为猴线上回复能力差。点鞋，他前期又很需要鞋，所以我们只能点这个药水。点饼干是因为我需要蓝量上限，明白了吗？看着啊，没出腐败药水，磕一口75滴血，瞅见了吗？我为了你呀、啊，我为了给你演示这个东西，我他妈连鳄鱼都没杀，咋那么省气？看这么长时间直播，这玩意儿都不知道。本来那鳄鱼都必死的。溜 A 接喷，他现在红怒我不好杀呀。我就知道他红怒回血，我知道他红怒回血吧，我寻我套个点炎减他一下治疗效果，试试能不能直接把他杀了。别给我发问号，我烦死了，真的。本来我早就能杀他了，磨磨唧唧的，跟我叨叨半天。哎，这把怎么好像见过呢？哎，这把游戏见过，我在之前见过这一把。你没见过，我见过，我见过这把游戏，一样的阵容。一样的步骤，一样的说话，一样的时候，最后赢没赢？赢了，鳄鱼被我杀穿了。抽一下，一下麻烦妞，平 A， 平 A， A 接 A。但是这波跟当时不一样，本来是鳄鱼压我塔下打，被我反杀的。
今天心情不太好，我觉得可能是没睡好的原因。 A 一下 Q 一下 E 一下 A 一下老婆就回来平 A 平 A A 接口吃饼干转起来往前走，他二段E把他杀了。我再吃个塔皮，走了。这皮肤说话了，这把我出分离者试试啊，我不想出三项了，我想试试这个分离者，因为所有的装备都削了，就分离者没削，知道吗？哎，全削了一遍，就分离者没削，当别的装备一直被削的时候，你这个没被削的装备就厉害了，好理解不？因为分离者太拉了，所以不学。对呀，太拉了。这是他们的本事。车的，我是找台车来的。你看，不知道车牌号是吧？哦，让他发一下呗。你看，就门口一看就能看着了。1300，嗯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这个鳄鱼塔下我们是必杀他的，啊，这波兵就不可能让他吃，明白吗？直接 A 点一 Q E 转起来，然后跑，他生了。生了你不早说 ，Q 一下 E 一下平 A 一下走了。好，他 Q 完了，我们 Q 一下 W 走，别急啊，假猴来扛塔 ，E A 接个 Q。这波不要提前平 A 他，直接等技能。因为首先第一有一个小兵残血在那扛塔，第二我们家假猴还在那扛塔，这银马在干什么？这银马你要掉你就掉，来人了，这波啊先把小饼干吃了，装甲手往上面走，来一走直接 W 走，这应该追不上了，我有鞋，有没有有没有河蟹，没事追不上，我有闪，没有用，死不了，我这 W 走了，交闪啊，你看，一换一吧呢，交闪，咱就一换一，我也不亏。其实我感觉到那五阶大师像要交闪的样了，你知道吧？
但是我又想了一下，万一这五阶大师跳完以后他没有闪，我是不是上当了？西天取经。他们师徒四人西天取经，孙悟空走在前面，嗯，这个沙和尚、猪八戒，唐僧。刚这波是给我留沙河，白龙马掉线儿了。今天不要马，那鳄鱼怎么跑下路去了呢？那这一血塔我们要了啊！武器应该是要去峡谷先锋，一会儿找他去啊！走，找着武器去，先把药吃了。你干哈？你要六级打十级啊，我的老铁，你要六级打我十级，先杀德莱文点盐赚血来。这波没蓝，要不然德莱文死了。关键他们家三个人，我寻俩也就算了，那鳄鱼加德莱文也打不死我，怎么三个人啊？人太多了。少一个扇子吗？这德莱文跟鳄鱼都得死，鳄鱼可能不一定死，但德莱文肯定是必死。喂、哎？啊？我看一眼啊。啊，对了，他给我转完了。哎，行，啊、嗯，好嘞，拜拜。德莱文可以杀呀，这分离者伤害真不行。哎呦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打不了走，先杀亚索啊！一定要先杀亚索，来呀，亚索吹！这波不打了，德莱文复活了，我们溜了。如果这波队友要打，我们只能选择打啊！如果不打，队友就会全死，所以我们必须得上。回家九头蛇来个布点还出门，木印能出不？不行。
啥也出不了。这猴现在只能三项，猴现在就相当于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？这相当于一个伤害又低又得要钱，虚区又低，对线又不强又不肉的一个英雄，还容易放风筝，并且吸地还比较长，就这么一个英雄。他是又是，你来找我打什么玩意儿？你就把你这双棒子给我拿过来吧，再见，走呗，给我杀亚索，杀，杀德莱文，德莱文，德莱文，这必须得德莱文啊！哎，哪来个鳄鱼？为什么打防御塔还得触发九头蛇的呀？这边对面还打，那就只能全死。继续，来来来来来，我这双棒没掉呢，打来，直接一出 R 转起来 ，W A 出，应该再转。先杀扇子吗？再杀武器大师。恐惧，漂亮。我决定来个反甲，不行，感觉出个死亡之舞吧，打他们家。还是算了，出个死亡之舞。黑切，黑切也不行。你知道影响猴的最大改动是什么吗？就是这个三项之力不加一次。跑得太慢了。黑切加移速啊！我说的不是那个打到人才能加到的移速，我说的是本身就加的移速。赶紧拆了下一把吧。这怎么回事？怎么卡住了呢？卡 bug 了。